哈尔滨的白杨水，白杨水的生态缸后来进化成生态园区，看一下。来，什么叫做生态园区？嚯，我讲真的哦，这真正禁锢真正上瘾，你知道？已经上瘾了。来，哦，这几天就开始可以哦，先放一些鱼，可能会去买一些小红豆了，小红豆啊加孔雀鱼啊。哎呀，这一次要尝试不一样的哦。啊，然后这边后来哦，也是要买一些那个啥阳明山土哦，要让进去第二层的植物上去。然后这个莲花一尾后边可能要放一撮水来拍过来哦。啊，这那个啥邻居哦，美女送我的哦，那个鸡蛋花哦，啊这白杨雪那边花龙点睛。啊，这个部分哦，就是哦，来对裁撤掉的一些废木头，就把它放在这边装置哈、哦，感觉还不错哦。这边水成金，金成什么什么什么成水成木什么的哦，也有一挂五行啥啊，但是最主要就是感觉看起来协调就好了哦。啊，这个一捆哦，啊，这捆下骹可能就是。看要不要铺黑土跟不铺黑土，应该是直接就这样子啊，裸缸这样，哎，哦啊，有一些烂的树皮在里面哦，在这边啊，会就有一个那护城河一种感觉，哦、啊，这个它到时候也腐烂，它会在里面哦，变成肥料，啊，这种子也落在里底，结果还过来买土了，买土用啊，这个也是不料拉手的哦。秘鲁送我的这个不晓得是什么，阿姨这有这个起哦，他把它哦用成这样子，真的是格局哦，哦啊这个邻居哈、哦、大哥哈、哦，他们裁撤下来的这一只唔知是唔知什么木啦，这一只唔知是讲什么块木，什么松木无啥知，它是红色的哦，哦红色的，哦啊这什么唔知什么富贵竹，啊种伫遮尾也不会生起来，啊旁边我把它弄这个。排成这样，诶，但诶，这足奇怪呢。这垂直茉莉，它白天它是会叶子是这样，诶，晚上这样，啊，白天安尼水嘞，伊这刚移植过来的。好、哦，伊阴暗，可能阴暗拍个开开就对啊，要不然就水分太多了。好、哦，昨天今天早上在那边弄，哦啊，这里小芒果树可能稍微休眠，哦，啊，这长薄荷草在那边刚好，啊这。嘛是堕落植物，嘛是邻居送我的吼、哦，一个不了拉手的。好，啊，即我一丛个米伫遮，这个后面把它升上去。哦，这一颗是哦目前最喜欢其中之一，嘛是不了拉手送我的，它自己分支出来。这一种不晓得它怎么分支，我看到迄个起的迄个是果树，哦，然后后来这边还要再埋土填上去。哦，芒果树，哎，这边哦，长出两罐。啊，这个都要把那规矩，只要防台防风了，怎么个都要把来把去啊？哦，大概就这样啊。哦，啊这，我操，应该嘛是要种一挂蒲公英。这跟那个。这白龙雪的生态缸越高，那个不用这样拉去吗？好，谢谢收看啊！变成白龙雪生态园区，喜欢花花草草养鱼的同学，哦，可以定期追踪哦。谢谢收看。